你跟老师在中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们给我一个一个说，你们给我一个一个说，闭嘴。咦，好熊嘞！坐下，坐下。宝宝，陈老师，消消气，陈老师。出去。陈老师，你怎么了？陈老师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陈老师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丑化你的呢？这样，这是他们心目中的我。这些个人把我给气的。刚刚你说的非常好，大人演不过小孩，小孩演不过狗，你过来给我演个狗。陈老师，请你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好吗？你过来给我演个狗。请你保持演员。我给你们看看什么是专业的演员。我演狗。我演狗。陈老师总是对我们这么多意见，就是一堆狗屎，一堆狗屎，这么多要求。现在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反正我是陈建斌了，那我就拿陈建斌学一下狗了。汪汪汪汪汪汪汪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